把这个身上也是抓伤来激激励自己，但是可能是这次确实状况下滑了。是，可能今天出发还跳滑了，成绩确实也是不理想。然后去别的国家也不快吧，主要还是是我没有发挥好。今天技术上还是没有稳定的发挥出来。已经比昨天有好一点，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欠缺吧，所以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。本来这块金牌我们中国的应该还是可以拿到的。肩伤也有一定影响，是会有关系吧，但是我觉得有伤病很正常，每个运动员都会有伤病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理由，没有好就没有好，也不用找借口。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，搜索订阅风视频。